跟我们 iPhone 的朋友介绍一下今年保时捷的有什么期望。哦，哎呀，保时捷今年啊有很多新的车种，有我们997的 Turbo 最新一代的0-100加速3.4秒，这是超跑的水准。另外一款我们的 GT3 新的全新的 GT3， 那这个也是非常喜欢跑车的人这最好的选择。我们 iPhone 的朋友可不可以去里面办个活动啊？没问题啊，我们现在在内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 showroom， 那那个地方非常合适大家聚在一起啊，讨论车子，讨论 iPhone， 都非常好的地方。 OK， 那您用 iPhone 用几年了？我从第一代就开始用，用到现在的 3GS， 用了好几年了。我很喜欢用 iPhone， 所以我们也介绍了好多朋友来用 iPhone 了哈。哦，我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受我的影响，从第一代开始就一直延，就持续用 iPhone， 对。对啊。好，谢谢啦，谢谢，谢谢。副总经理李副总来为我们一起揭开911 Turbo 的面纱，李副总。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全新的911 Turbo， 它的引擎用从 3.6 升提升到 3.8 升，那马力更是提升到了500匹的马力之多。那因为搭配了 PDK 双离合器自手排的变速系统，所以它不管是在效能还是在性能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像它现在0-100的数据，原厂数据是 3.4 秒，但是我们在实际测试的时候，0-100却只要 3.1 秒的惊人加速表现。那瞬间的加速G值呢，更是达到 1.2G 之多。对，那我们新的911 Turbo 搭配了新的保时捷扭力分导系统，它让车款的过弯极限更高，它可以想象成是一个智慧型的后轮差速器。一般的后轮差速器它是用 ABS 去刹车，去减少每个车轮的动力分配，那我们现在直接是用扭力分配，所以可以让车体形成一个惯性，那过弯极限也会更高。对，那现在介绍一下我们全新选配的拨片式方向盘，它的换挡拨片的回馈力道以及拨片的长度大小都是原厂经过多次的实验然后所设定出来的。那比较特别的是，在我们方向盘的两端现在是一个显示的萤幕，左边的显示萤幕可以显示你现在车款的模式，像 Sport 或者 Sport Plus 的模式。那右边的话是在 Launch Control 执行的时候会显示 Launch Control 的模式出来。
better